没想到来柏林的倒数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居然下雪了！好扯，现在真的在下雪耶！Oh my god！ 这里可以旁边下好多哦。It is snowing. It is snowing. 看得到吗？那我手上就融化了，我的手是温暖的。扯哦！今天晚上的积雪，天哪，走在雪白的路上。哎，踩下去，咔咔咔咔咔，一把那个密度压紧了。来，现在的手套给你，开始堆。对他身体，好不圆哦。没关系，就好。富士山。富士山。那林果酱。头啦，头都没有，就鼻子。头都没有。这是雪在干净，那个有土了，你看。哎，这边的雪在干净。对对，老爸。哎，涨掉了！是吧？这是都不圆。换提供材料。不圆没关系。是被打。等下裤子会湿掉。很上圆了吧？真圆。哪有第一次？有记忆的第一次。好。啊，变烦嘞！哇，这里空空的，长得很可怕的小雪人，还在下雪。空空，现在都全都是白的，快笑死！收集脏雪。脏哦，越来越脏。脏。你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妈妈打雪仗了。对，干净啊。对呀。人我很冰啊。人不大。一早出门都是白雪白的一片。帮你打到。对啊，你在英国看到暴雨，猪鼻孔。我们现在来到。都是雪的菩提树下大街，然后等一下往前走就是布兰登堡门了。我们走到布兰登堡门了，白雪皑皑。我们要从这边过安检，然后再进去里面的国会大厦上面的圆顶。花花人，花花人，准备要进国会参观。下雪真的是，就是说非常的冷冰冰。上到圆顶去，准备出去到圆顶了。这边可以拿解说，这里的柜台可以拿，我们拿中文版本。呀，
柏林大教堂1993年才完成重建。哦，我们到达圆顶的顶点了。这里面好冷，窗户全部都是雪，根本看不太到。天哪，原来这个圆顶是敞开的，难怪那么冷，我的天哪。滑滑鞋来滑一个，你学昨天那个弟弟。这边就是犹太人被害纪念碑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，讲错了。好圆呢！哦，我到底是哪个？这里都溶解了，没想到雪人还在。我觉得应该是有人故意把它留下来的。拜拜，家庭旅游结束，拜拜。